阿良，真的要在城内打听消息吗？我总觉得这样有些不妥。我知道打听消息难免引人注意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只知道北山绿洲在凉州附近，但又找不到路。就是，来都来了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来福客栈了吧？你这是顺着味儿来找的地方吧？一定的回合数呢？于西，这来福客栈怎么这么冷清？小心些，别是家黑店。这店黑不黑我是不知道，要是黑店，那老子这钱就当是为民除害了。你们可真是会找地方，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行。你们个凉怂，也就会讨口头便宜了。哼！居然用暗器！一，一，你怎么样？小昭，我今日若是惨遭不幸，你可愿听我说一句？闭嘴！这是明末血，死毒剧烈，毒发迅猛，须得快解。解药拿出来。解药？先保住你们自己的命吧。回合限制，那我要上一个移动快乐风行吗？青罗在。他拿道具了。还好，这根没有成就，道具记得拿就。啊，这毒。谁敢放肆，就交给青罗吧。谁敢放肆？谁敢放肆？事不宜迟，魂界相遇。谁敢放肆，就交给青罗吧。谁敢放肆？事不宜迟，谁敢放肆？吾乃真龙。魂界相遇，还要
殷公子，你可有事？星光事不宜迟，事不宜迟，吾乃真龙。快吃！魂剑相与。解决了，哈哈，天玄门阴无邪，你还真是有些好朋友啊！阴公子可是中了明末血毒？无妨，解药已拿到了。阴公子无碍便好，我家主人特意遣我等来接公子，还劳烦公子随我等走一趟。总算末将白首办事不力，未抓到天玄门阴无邪，请主上责罚。责罚？我记得吩咐过你，暂时别和尉迟良一行打交道，免得让圣女发现他们踪迹，先我一步拿到可盘。他现在可不那么听我话了，不是吗？末将当真没料到会撞见尉迟良一行。未料到这回的事情就这么巧了？主上，确实巧合。末将听闻他们在打听北山绿洲，想必可盘就在那处。北山绿洲？哼，居然是落在了北山绿洲。当年
有趣，这事情越发有趣了。主上，那这刻盘末将是不是去给您带回来？只是圣女那头，圣女会不会也知道了刻盘所在的位置？她当然会照你去办事，你去就是了。至于如何做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至于天玄门，中原武林既还没大动静，那天玄门少主想来暂时也派不上大用场，先放过他一回，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。白首，西夏宫内应当藏有地脉图，你且留意着，过些时日西夏皇帝会离宫，等他出来就还得有事去办住他。末将明白，末将这就去办。今日你的兵马来得还算是时候，否则少爷我怕是不得再和你这老家伙痛饮几坛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这几位可就是你常提及的故友？这位是佘书明、佘德，老家伙可有好酒，你们若是想要便向他讨要。哎，你一人惦记着我的酒还不够，还招朋引伴来偷。你这老家伙这么宝贝着你的酒，这回还叫我来喝酒，有事你就说呗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这不是正好，我眼下也有他们闹出的事儿解决不了。这城外沙漠里有个北山绿洲，最近来了伙流寇，这不是就想着小有你了吗？正巧。既来之则安之。金嘴，老猫的店，随叫随到的名儿。声望当边。只要行事守义持正，在下没什么好怕。只要行事守义持正，在下没什么好怕的。有点多。
把主力升29就好。第七幕快结束，就是我们把第七幕终结它。敌方全面，这个直接打就好。没有东西捡的话，就可以。谁敢放肆？谁敢放肆？魂剑相与，吾乃真龙。事不宜迟，天摇万象，谁敢放肆？魂剑相与，在此一击，谁敢放肆？连珠，
吾乃真龙，就交给青罗吧。谁敢放肆？父王，我一定会守护好大夏国。对话继续，剩下的体力都把它刷完了。灰头土脸。就是这几个，有没有东西呢？没东西。愿尽绵薄之力。谢鱼在此。谁敢放肆？魂剑相与，没把它秒掉。谁敢放肆？
魂剑相与。谁敢放肆？事不宜迟，魂剑相与。事不宜迟，事不宜迟，魂剑相与。父王，我一定会守护好大夏国。有加速跟自动说变很快，他是要到一定等级才开放，我记得一开始没有。好，还可以。咦，你为什么会往西夏这儿来？这不是追查云征兄，一路也就追查到了这儿。到魏想居然又遇见你了。哦，那一你追查到什么了？只是略得了些消息。没有。小昭，何日我带你去天玄门看看，天玄门望见峰上的月色很美。不去。为什么？小昭，你怎么了？打扰打扰，这有古人云，明镜半边拆一鼓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一公子，若有缘，这小不点自然会与你同上望剑峰，但这般问倒失了你往日风度。哈，尉迟兄说得有理。哎，我这是顺口一说罢了。不过说到赏月，那今晚上不如我们哥俩一同饮酒赏月。甚好。哎，你们一，莫管他们俩，我们歇息，明早还需赶路。喵，醒了赶路了，喝酒不带依依。嘘，我们躲起来。他们怎么还不来？哼，你们怎么才来？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玄冥教的毛贼们，想你殷大爷没有？嗯，哟，认识爷啊？想你死！想你死！
林盟主事业。来看啊，自动，自动也乐得轻松。弓箭手真强，公主太好用了。还是光器，绝破之阵出来了，不能治疗了。治疗是另外一种，勿要轻敌，快撤。有神脚，感觉突然都变成轻松。玄冥教徒，这个总算好了。需要青螺，青螺要升阶了。没有，那他奖励也不是，这比较像是那些材料。二十阶，哦，体力值，
群居动物，对，尽量只知道。谁敢放肆？谁敢放肆？谁敢放肆？吾乃真龙。请指教。吾乃真龙。谁敢放肆？连珠。勿要轻敌，快撤。各种材料。第七章终于要完成了，北山绿洲。都打起精神来，他们随时都会到。刻盘这是落在了马贼窝里了。嗨，毛头小子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，和他们废话什么，胆敢闯进来就杀无赦。嗨，杨安，早上好。这一关应该会有东西。没有，好。啊，有没有遗漏？没有。磕盘的人，
敌方选民。云师兄，便如昨夜约定，这次东西就由我拿给你们。啊，这怎么了？怎么看着像有异变？便是这帮贼人的同伙方才想偷拿刻盘，但因无天地之灵力傍身，被刻盘影响炼化成煞。不是吧，玉师兄，我答应替你拿这东西，你可得肯定保你周全。快拿刻盘去，别等玄冥教的人冒出来，到时候更麻烦。谁敢放肆？下面有宝箱吗？我看一下。也没宝箱啊，有宝箱应该外面就会提示，但是我觉得可能，因为这种是真正关卡，要看看仔细一点，有没有亮亮？有啊，看到。谢真神，事不宜迟。谁敢放肆？方糖，神肯。相遇，魂界相遇，谁敢放肆？事不宜迟。魂界相遇，吾乃真龙，请指教。天姚万象。谁敢放肆？
阴无邪不能使。阿克，谁敢放肆？事不宜迟。请指教。吾乃真龙。谁敢放肆？事不宜迟。魂剑相与。吾乃真龙。阴无邪触碰了刻盘之后并无异样表现，像是不会听见那奇怪的声音。为何我拿了就……这是我的心鬼刻盘，是我的，你怎么胆敢让其他人触碰？把刻盘交出来。追来了，我们快走。瑶光引天符。阴无邪，总有一天。白首，我们没拿到刻盘怎么办？无妨，我届时去和圣女禀报就好。圣女有说过要找阴无邪，此人究竟有何特别？哎呀呀，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反正我有法子交代。那一位将军是说主上，但主上所留心之事却也与圣女所求以刻盘降下幽城无碍呀。九阴呐，问题呢不是非此即彼，你呀还是别管这些了。凭你想破我的黑鳞？原来得是尉迟良拿到刻盘，我才能感知到啊！不妨看看吧，这个人到底还能为我做些什么？哎，我说那个尉迟良，别是你挂在嘴边的天意天道派来帮我的吧？你早年的视线，莫非是出了错？你只知视线的前半截儿，却不知道后半段。我恐怕你所得到的视线原本就不完整，上天根本没给过你答案。但世间多有防患未然的人，他身边自有见错人随行，这一代不动尊者也有准备。除实术以经脉做实之寄存，失心法的人注定活不长久。哼，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一人之死可救天下苍生，那此人也应该死而无憾。你可真是让人恶心。哦，又有新东西哦。这时候再开始多的视频。视频果然有提升自身属性的妙用啊。
想来这不同的饰品将有不同的提升效果，得仔细留意吧。可以带不同的饰品，妖灵子。差不多了，哎，这个也 OK 的。这一幕也完成。今天完成7幕就好了，每一幕都好长。哼，皮超弱。万兽之兽，宿州越来越往左边了，感觉整个地图一样，越来越往西边。哎，出了一个望剑峰，环神界有那个图。还在啊，科盆到后面那个配音变手了。一定要由你拿科盆。感觉又可以20抽了，不过我们下次再抽吧，下次开奖再抽。哼，又可以20抽了。成就这边可以看到，那个地方有成就。对对对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总共抽了64抽，拿到了币三个 SS 啊，
差不多，都还有两小时，不管了，直接来休息好了。OK， 剩二十，随便把它扫掉，随便找一个扫一下。地方，刀剑当空杯。可盘碎片怎么就落宿州酒泉去了？这山高水远的，这看路线，我们还得借到凉州。那蛇德怕是和玄冥教勾结，我们怕得小心才好。不妨事儿，我们就凉州外转过去，再往西，应该是走这条路，就能直达宿州酒泉。拿到刻盘，蓝沙堡越来越过瘾。高仓古城，罗兰残痕，龙王有些土开始显现出来，原走是幽城的一些大地图。可以刷掉的，休息了，哼，哦，连那个送的都把它干完了。哎，还有一个，哎，没有剩一点，可以，真完全干都耗尽了。把这一天累积的全部干完了。哼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哇，这游戏当单机玩。也可以玩超久啊。剩下就这样干完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随便按一按结束吧。下次再抽吧。现在可以二十抽了，不过等之后再抽就好。现在阵容已经够强了，阵容大概只再来一个强水就可以了。